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西安杨凌这边参加农高会。我们的任务呢是在明天，所以呢今天没什么事，就在这里呢有空就练练字。我带了字帖过来，看我连现在的话就是刚刚开始接触连这个行书，我比较喜欢赵孟俯的字，这个是前后赤壁赋。因为出来外面呢不是很方便，我只是带了一本字帖，然后呢带了一个水写簿，一支笔。在这里呢我就用这个烟灰缸代替墨砚了，用清水这样就可以写了。其实呢用水写簿来练字的话，确实有它的缺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写完以后呢它很快就不见了，所以在家里面呢我还是直接用墨来练。出来了就只能就这样了。其实呢自己一个人练的话也没有老师，里面的笔法呢很多都是可能都是不规范的，所以呢我发上来呢也就是想请教大家，希望呢大家多多批评指正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了。